这边不能吃肉，这边怎么吃？对啊，所以别人都这么优秀什么的，然后又有什么合作关系啊，或者说从小到大什么的，而且今天这次，今天糖糖他妈妈叫他回去，就是不知道感觉什么事情，不知道是不是说让他去相亲，还是说因为我的事情要跟他说什么话。所以我心里面有点压力，对，你要说我说我一点压力都没有，那是不大可能的。知道糖糖对我的情谊，然后对我的感情，但是我就是担心他妈妈要是不同意的话，他会比较难做，所以我只能说把自己做好一点，表现好一点，看能不能就是让他妈妈多少能接受一些，慢慢的去表现啊，去感化给他妈妈看。我看一下糖糖，没有，糖糖今天没播，他今天刚回到荷兰老家，会可能会比较累吧，还是说他可能他妈妈找他聊天吧，所以他今天不播，可能明天会播吧，我这个没问他。对，但是他今天到家比较晚，对，哎，没有很晚了，差不多5-6点左右吧，然后吃饭一下，跟家里人聊聊天，所以今晚他没有播。后面的背景应该当地人看不出来吧。我打个电话给他，我先不打吧，我因为我怕打扰到他，就他可能现在刚回家比较累，或者说陪家里人说说话聊聊天，所以我就不好打给他。
就发信息就好了，我给他发个信息，等发个信息就可以了，不打电话了。家人们，那我打个车过去吧，打个车过去，过去回去拿下东西就去机场吧。不知道还有没有延误哦，我得问，我得看一下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延误。我就怕等一下过去机场时候又延误了。今天已经延误了几次了？两次了。机场已经延误了两次了。到机场等。行吧，我叫个车，我看一下这个怎么走。看一下，想一下酒店，忘酒店是哪个名字了。那个半身半到哪里去？没拍脚嘛，以前那个脚不行，我现在得先去酒店去拿一下东西，因为东西我收拾好了。这个酒店在哪？我看一下酒店在哪里。你怎么奇怪，找搜索不到酒店名字的？奇怪，我刚才明明都搜得到，怎么搜不到？哦，是这个。应该是这个酒店。哇，等一下，到广州都不知道啥，都几点了？哎，司机车就在外面了，走，看一下看哪辆车，他要掉头。家人们。我真的很想下一次再跟糖糖到云南这边再旅游一下。因为我觉得这边真的特别，风景特别漂亮。叫出租车了，然后三分钟就到达了。然后可以再跟车上跟家人们聊聊天。哎呀，今天太可惜了，我找了半天我都没看到糖糖喜欢的那个礼物，我那个坐车过来都得半个小时。哎呀，找不到啊，那家店找不到了，因为糖糖特别喜欢那个东西，所以我想就过来找一下，看能不能买得到。没有，坐车过来半个小时，回去还要再半个小时。我就特地过来想给他买那个东西，看一下看有没有货了。因为昨天坦坦看了很喜欢，但是没有货了，然后我就想。然后店家老板说可能今天或者明天有，那我就今天过来看一下，但是也没有，然后附近几家店找了半天也没有，所以就买，实在没办法买不到。下一次我再，如果下一次网上看一下看有没有找得到吗？哎，车好像到了。
车到了，家人们，看一下车牌号对不对？3887吧。对。曲南站。对对对对。对，按那个就平台上面的那个地址走就好了。对，没有讲车牌，家人们，我车牌没讲。师傅，不是我跟我直播，是师傅我在直播。没事，家人们。对，我现在开着直播走。对，到了我就下播了。现在在车上看不到啥，车牌也没有讲出来。等到酒店了，我就不播了。到酒店的话，播的话就不好。到酒店了就不播了。到时候我等我到酒店了，然后我再去机场了。到了再给家人们发那个。发到机场的视频，发到那个粉丝群里面，大家也可以在里面聊天，可以点一下上面关注，然后加个灯牌，然后大家可以进粉丝群。到时候我到了，我就把那个视频发群里面去。家人们，糖糖应该没有开播吧？糖糖应该没有开播。要是他有开播，我就可以跟他聊天说说话了。我刚才给他发信息，他可能在忙，还没回我。我以为他有时候我给他发信息，给糖糖发信息，他就是在。可能会在直播，他就不会回。哦，他说了，他今天不播。我都在想，糖糖不知道在干嘛。我今天感觉，哎呀，自己在这边就感觉，头脑有点混乱。然后。也。就有点精神恍惚了。跟他妈妈聊你，跟他妈在跟他妈妈浇花。哦，你们从哪里看到在跟他妈妈浇花了？他说他今天晚上陪他妈妈，对，所以晚上我就不给他打电话了，让他好好的陪他妈妈。哎呀，家人们，你们说我这个那个莹姐的那个。该怎么办呢？就是怎么去做？就坦堂有跟我说了，要就往上做。他咋跟我说了？我都忘了。他跟我说往上咋做了，我都。好像有点黑，看不到了，是吧？我有在看公屏啊。我现在在车上。
久到？我看一下，嗯，看一下这是多久到了，看一下订单来多久到。应该还有20分钟左右。对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我就下，到了我就下播了，马上就下播了。对啊，很远的，好像有，我过来得。开车得，就坐车得，开车得那个半个小时哦。这边还是有点远的。辜负他的，因为我，我知道他对我非常非常好，然后他可能，我在猜想，他可能就是他妈妈给他一些压力，然后他其实就跟我说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子的。怕我担心，怕我有压力的话，他才说，他妈妈没说啥，可能就是已经有对他说什么了，然后他没有跟我说。嗯，英姐，其实我不是害怕了，我就是。有点小压力。就不是害怕，因为不管怎么样，家人们我看到了。马上就到了，师傅，我们还有多久到啊？17、18分钟吧。17、18分钟。对。还有17、18分钟。你赶时间吗？我不是不赶时间，慢慢开就好了。不赶时间。因为今天下了雨，都开的慢。对，今天云南这边下雨，我打的的士，打的那个网约车，打的网约车，现在就回酒店，然后拿下东西就走了，就。去机场回广州了。过年的时候，他妈妈就说：“堂堂把你的个人问题解决了。”诶，是吗？家人们，就过年的时候。堂堂他妈妈说要把他个人问题解决了，有没有啊？
那可能在猜想是不是家人说，我看家人们打字，你们可以啊，我们就不说其他的，你们可以点点关注，然后进一下那个粉丝群，然后到时候你们想说什么话就在粉丝群里面说，然后你们想。告诉我什么的，等一下我会发视频到群里面去。大家没有进这个加个粉丝灯牌没有进群的，大家进群一下，等一下我就把就到了我就把那个视频发群里面。群进不了是因为我现在还在播，我得等下播了我才通过一下，然后你们才能进得去，不然现在进不去。你们可以加进去，我等一下就通过了就可以进去了。快到了，我看一下导航。看一下导航。快到了，还有十分钟左右吧，十二分钟左右吧。怎么没路灯？因为那，但是这边路灯有啊，有路灯啊，家人们。有政府节约钱，没开那么亮。对，这边有路灯，家人们。从这边，从我住的地方到机场也要半个小时。再重新开。还没到酒店，现在去还没到，还在路上呢。给他打了。
对，就跑，就是跑这么远，跑半个小时的路程，就是想给糖糖买个东西嘛，就是上次逛的时候他刚好喜欢，我就过来买了。但是没买到，有点可惜。师傅，我们还有多久到啊？十分钟。啊，家人们还有十分钟就到了。到了我就下播了，我收拾东西，然后过去了，我再重新再开一会儿。对，很远的，比刚才那个地方很远的，要半个小时。但是我觉得糖糖，喜欢的东西。这点路程不算什么。我记得我上次给糖糖买那个在那个给糖糖买迪亚的时候，跑了更远。这个不说。对，给他买那个东西的时候，跑了更远，就跑了很多地方。再十分钟我就下，十分钟就到了。还在路上。好，听家人们的，那我不说话，你们说。你们说，我看着，我一直看着你们说，然后等一下我就，等一下我会发视频，然后晚一点再开。等我到了那个地方的话，我再开。因为如果我现在过去的话，到了那边的话，估计我还得等一个多小时，所以一个多小时的话，我再稍微开一会儿，开个半个来小时聊一聊就好了。现在就不聊太多，现在应该我看一下，应该快到了，几分钟。几分钟就到了，五分钟左右，还有五分钟就到了，五分钟就到了。等一下过去的话，我就发视频到我们的家人群里面。如果还没有进的，我看了很多，应该还没有进吧，大家可以。点上面的那个点关注，然后点那个小黄心，然后就可以进那个家人群了。待会儿去机场是要改目的地吗？还是要另外打车？
要等一会儿，要等一会儿。没事，我可以等你。对，我得上去拿一下东西。行嘛，没事没事。成功这边我们经常拉人过来，就是等他们去机场。不然不用吧，不用吧，因为我得收拾一下东西，可能还要收拾东西吧。对，可能要再晚一会儿。这个地方打车有点不好打哟。这是住在酒店旁边，那边好打一点。应该没事吧？打倒是肯定可以打得到，可能还要等。是几点钟的飞机吗？要挺晚的，我这个要挺晚的，所以没那么早过去。我等一下再要过去，我再重新再打吧，因为没那么早过去。对，马上到了。家人们，我看到你们打的了。会的，放心。应该快到了。我看到有一个叫豆豆的，他说他也在这边几十年了，十几年了。对，家人们说的对，所以我这个就是比较晚，所以得上去收拾一下东西啊。收拾一下东西，然后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再走，是不是？绕一下就到了，到了，家人们，绕转掉个头就到了。掉个头就到喽。还要再等个红绿灯。对，我会看的，等一下会看。这边，对，这边。到了，家人们。哦，那你们。好，谢谢师傅。家人们，我看了车牌号了。